我没好好缝，错缝，毛线我留不留得起。那么接着又讲呢，那么由于呢能够了悟，就能够了悟呢自己的这个念的缘故呢，所以呢他就成就了这个哦，所以呢本觉的智慧，跟这个众生本具的那个本觉的智慧。所以呢，在这当下呢，我们说呢，我们的那个从就我们的最根本的那个烦恼呢，在于我们具有很强烈的我执，而这个我执呢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就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当有人呢啊在讲我们一些不好听的话骂我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内心里面呢很自然的就会觉知到，哦这个人呢他对我不好，这个人呢他啊那个他在想要伤害我、闹害我。那事实上这当下呢，我们并没有觉察到我们自己的那个我是真真实实的啊神奇的。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如果再去进一步的去这样的细细的去观察的时候，从我们身体生活当中，我们呢啊处在快乐的时候，我们就有各种的这些个啊生活中苦乐的感受的那个当下，你去观察一下，是谁在感受这样的痛苦跟快乐呢？我们发现到，哦，我们的当下呢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个我的这个念头，我因为这个我是我快乐我痛苦，所以呢，在这样的观照当中，你从观照自己的念头。你呢可以觉察到自己的那个我执的念头，那个我的念头呢，那么是非常的啊清楚的，或者非常的强烈的。那么从这当下，那么去就是认识到哦，具有那个我执的念头，那么之后呢，去放下那个我执。人找不活啊，找不着人，咱那是自己心里还活着。人多培训一，忙不忙？多培训一，两子的。把它就交给你的，这呢，我这空的，这空的，那人家哪有这空的？咱不要意思，他空了，他最大的多钱？他最大，多钱？他最大，女的多了嘞，女的把人拖走了嘞，哦，多的身子好嘞，身子他最大的，多的身子没好，哦，好不出去买，他吃干了他最大我嘞，好不好？我多的身体没好过，人生出大劫，他大生生大劫，他们生活大大大，人别了别了，但那不好，通过去，那我也怕走不了。这个阳台上是大地，大大地，大地方大，麻麻麻的阳台上，我们讲呢，你常常呢，那个地上没个把的，你身上从哪卡到哪，一掐住地上，让着让着把它。哦，身子难看的嘞，你身子呢？人一刮，刮了就差一点，他说嘛。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心事，我们就现在的这个心事呢，其实它的本质呢就是智慧。那么呢，在观修上面，比如说，我们就这样的安住的。我们就像这些人啊，想象观想的我呢，我自己还有我的朋友，最后呢，你先观察你的朋友，你想到，哎，这个人他是你的朋友，这个朋友呢，他到底是什么？是这个身体是你的朋友呢，还是他的那个心呢？现在你也许可以更深刻的体验到，我是因为他的心的关系啊。反过来呢，你再关照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说，同样的，我是什么？哦，我呢？那是什么？是我自己的这个心。那我的心又是什么呢？你就看着自己的心的时候，你觉察到，哦，我这个心，它事实上有很多各种的这些个啊念头的，甚至呢啊想到过去、想到未来等等的无数的一些念头。但是当你继续这样的关照自己的心的时候，有时候呢，这个心。他就会进入到一种没有过去、未来乃至于现在的各种念头，当下是完全无念的那样一个情境当中。在这个时候呢，你会体会到，哦，我的心它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它是如同虚空，就如同虚空一般的那么的这啊广大的。那么呢，你会去认识到，你去知道说，哦，原来我的心性。它就是如同虚空一样。首先呢，你先会去知道这样的状态。
人浪去接了打打给了我当说是浪去打给当了浪去就我当了他打你这把他们接到干什么这个嘛这个这里动画差了让你们唱让你们那个切了可以这动画就我的汗我心里烧了哦大家烧东西我烧东西两家两家我从那里我大家烧东西可以我也能有个也许啥可我他妈的问题有人忙过来有人有的场景这吃鸡娃有呢把小娃有呢这是这是没有啊我生了谁要的东西这样我就得练去所以呢当我们这样的自己这样的啊深入去啊观察当下自己的这个啊心念的时候那么渐渐的你的各种的执着呢它就会平息，也就是说，你就开始远离啊这种执着。那么，当你这样的远离执着的时候呢，那么一切呢都进入一种空的这个状态。那你觉知到这个空的状态，同时你了解到在空的那当下呢，那你的心呢具有那个明了的这个明的这一个成分的。所以就这样子，你开始了解到哦，空跟明它是二者是一起。对，进一步的，你就不断不断的在这样的空明的这个情境当中，那么去啊，去做观修呢，之后呢，在这个情境当中呢，我们说你没有了各种的这些啊执着分别的这个意念，那么就像啊普贤王如来，就像金刚总持，那么金刚总持呢，它是从无始来。一直到未来无始呢，这个心性呢，它都是这样的呈现的。所以我们讲呢，它是无生无灭的心性的这样本性，那么你就会慢慢的体会到这一层。这个大，就是我他们也别，感谢大圣母系统的嘛，也上回了。人家呢，说是吃了吃了大，吃了吃了大的感应。那个管理层呢，在成都这些地西巴地下部，地下部你们搞起来都老把那种东西，那都下层的阿婆给西巴，那他们在下层都在下层都在西地西巴了啦，我们这西巴在那办的了都，那个搞的，那个他们没搞的，那个西地西巴在那办的了，那是地下部，他们那是你们的了。那自己下房睡的，那自己打过来的都是上下铺，老板娘那痛苦，老板娘，工作累，工作老板娘都下铺了，老板娘痛苦。所以呢，在座的法友们呢，那么您啊，经过长期的禅修，我们呢在禅修的那个当下呢，那么我们呢觉知到自己的禅修当中呢，那么没有这些个啊妄念。啊，升起。那么，在你知道没有妄念升起的那个知，啊，你知道自己没有妄念升起的那个知，或者你知道自己升起妄念的当下的那个知呢？那么，你已经认识到的话，请举手。也就是说，那个知，你知道说，哦，我现在念头升起了，我知道呢，这个念头没有升起的那个觉知。那么呢，自己已经能够体会到、能够了解到的话，请举手。老师的希望第一个的三个第一个东西的第一个开始我的三个第一个是大致上我说叫做三千多万的说多么久哦等于我按这个不都按这个不都算的这希望的是大致的浪漫不起来的这个也开始有的第二两个的第三个的你第一次把这个这个这个我的曾经推动算的落错啊对两个人的给你所以你老甚至推我让你跑掉，那个这种环境呢，这还要配合的。所以你呢，那那个这种人呢，甚至推我，你哪个人我见过，哪个人推我上去落去的，说说推你落上下方，你这里改一改，下方就得来一次。
就讲到说呢，如果呢，我们啊认识了这个觉知，就是认识了我们自己这个能够觉知自己念头升起不升起的这一个觉知的话，那么呢，因为具有这个觉知的时候呢，那么你在啊各种的修持上面，比如说呢，你受的这些规戒或者是各种的戒律，你就时时会去觉察到。哦，这个是我不应该做的，这个不妥，我们去，这个是应该要避免的，这个是恶业，那么这个是啊、哦、好的，这个是慈悲心，我应该呢尽力的去利益一些有情众生等等的，这些的心念呢，自然在内心里面就会啊、哦、想去升起，甚至呢，你没有在做任何事情的这个时候，你大概呢只是躺着想睡觉，但是内心里面呢都具有那种啊、哦、我应该要尽力的去帮助一些有情众生，这样的一个心念呢，它都会是啊、哦、持续的，所以呢。这样的这个啊心念，这样的持续的心念，对我们自身呢就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利益。嗯，这个对没有其他的啦，别的这就不是重点了呀。身体的皮肤咱们落实中了，咱们认真的杀猪什么多巴胺，杀猪身体皮巴杀猪，身体皮巴杀猪，这看到看到的，咱们认真杀猪什么麻木了吧？这他这个真的彻底完全落荒无有的，所以说皮肤咱们。街上的车子都把抢过来，这个到不到啥桌子上搞个电视？哦，那是拼搏生意落地，咱们认为啥桌子把这些车子都把也是哈不搞啊，搞也是，啊不嘛？嗯，咱们认为啥桌子把忙不啥的，甚至我们呢，说说，你是你说他去做了啥生意？哦，你啥桌子把他的啥些车子都把也是，我这还能咋子么子搞？你我解决了是吧？啊不嘛？就是这样的一种想要帮助利益其他众生的这种信念，那么这就是所有一切啊菩萨们他们的那种一生信念。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呢，有无数的这些菩萨众，他们的内心里面时时的就是存着，啊，要尽力的去帮助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所以呢，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自己内心里面升起的，啊，我想要帮助利益这个啊众生这个动物的。这样的心念升起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应该升起无比的欢喜。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们呢，那么他们内心里面所具有的那种菩提心的心念。我要去利益一切有情众生的这个菩提心的心念，在我现在内心里面呢，我要发起的这个我想要去帮助众生的心念，在内心里面呢，要升起无比的欢喜。来到我把他们的对。上帝出家过来的，上帝，上帝的理解，上帝的理解出家过来的，刚才是呢，他说是上帝哟，然后说了，上帝是上帝的理解了，嗯，我这上帝的理解，就是上帝，就是上帝哟，哦，那是国的，别这话哟，我去，这是两个人，这两个人两个人，这话是切过我的，大上帝这话的，哦，这上帝是哪来骗我的？那是从上帝的翅膀上面掉落的，哦，上帝的什么样子从啊？那个头就这样子的，他都哪里没法从啊？哪里没法从？上帝的掉落，上帝不掉落的，就这样子的，这地上帝多的，上帝切过地了，哦，这多的你他妈哪里嘛就掉落嘛的，怕死了，他妈怕不怕嘛就掉落嘛的，这一年的时间还好了嘛是吧？你以为他妈的？别差一块了，哦，没差嘛，能拿去差一块，因为我也上这几个月，这个呢，趁大金差不多嘛，少一块，他们说呢，来他们我他们上这出价多的是。所以呢，对于啊刚开始修行者而言呢，他们应该要多用心于这种啊慈悲心的观修生，因为呢，从这个啊慈悲心的这个观修呢，内心里面时时呢想来要去利益。啊，其他的有情众生，一开始呢，从利益我们自己的这些啊朋友眷属开始，都呢开始去体会到，哇，这个慈悲心呢，实在是具有很大的这个啊帮助的，对我呢实在是具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所以呢，就这样子渐渐的呢，我们内心里面呢就会了解到，因为慈悲心的缘故，所以呢，我们自己的这个啊我执呢啊越来越。就越来越幸福，所以呢，也认识到，因为慈悲心的缘故，所以呢，这是我能够圆满积聚两种资粮的那个根本的因。
因为慈悲心的缘故呢，所以我这个我执呢能够啊、能够调伏，嗯，所以呢，渐渐的你这样的慈悲心呢，就会扩及到我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不单单只是自己的朋友，你会真的认识一切的有情众生都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所以你的那个慈悲心呢，它就会遍及到一切有情众生，这时候自己内心的那种执着的那个冰块呢，它就会开始消融。做了啥？这结果干脆就错了这么多人，然后这个东西重量呢？哦，这个叫他匆匆的进来，这错了这么多人，这干什么呢？哦，错了这么多，干什么大问题？哦，难理解，我呢做一个这样一个人，一个人爬上去，这样子算，就难理解，成了大内向的东西，这个上班的年纪也年纪了。那我们说呢，当我们对这些啊朋友呢啊发起慈悲心的时候，自己内心里面呢会感受到啊无比的喜悦，甚至呢你只是啊一点点的啊帮助对方，内心里面呢都会升起很大的喜悦呢。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是一种我们自己的我执在消融的一个的缘故。那么，上把这东西丢了，今天上把结果查出来，结果查出来，那还是说结果查出上头的。哦，那还是说结果查出来，这错掉了。哦，他这就是哪里的差不多，这消融的，哪里真消融的。甚至你这些都是错的，你这小的，你把他的给。也就是呢，那么因为呢这个啊慈悲心的升起的缘故，那所以呢我们自己的这个我执呢，那么开始呢在消融。那我执消融的缘故呢，所以所有一切的这些啊罪业呢，它也就啊得到清净。嗯，人得在两个心，我们家。我们家在这前面上通了，黄绿药吧，上通药吧，咱们这个哪里说对了呢？说完了的，东西说都说到话的，到外边去让人签，不让他们这些人签了，那不管的地方好多的，最近可能多，这是最近那个成功，你们我成功接了好多的，这是最近这吃了干的没法搞，这个也麻烦了，这是这然后我们家的呀，那个时候就把这家吃的了，这个黄虫它就继续繁衍，上来甚至收入不能拉，我这甚至收入不能拉。嗯，老人呢，扛的过人就是叫俺们现在那个叫啥兄弟，你吃得老，吃得老，不然他就那嘛，生存不的，生存不，生活上的，有我那多少我，那到底了还有哈不了，哈不了没办法，哈不了。你就讲了那么。如果呢，我们能够这样实施这样的修持的时候，那么之后呢，自然呢就会如同这个三十七佛时行诵当中的第三十六个偈颂当中所说的，那么呢，在我们自己的日常所有一切啊生活的行为当中呢，我们都会时时的啊以这样的一种正念正知，那么去守持我们自己的心。这边学呢，以正念正知来守持自心呢，事实上就是你呢会时时的。去啊，守护我们自心，不去升起各种的这些啊烦恼啊、嫉妒等等这些的啊这些的恶念。你呢，内心里面因为具有那个正念正知的缘故呢，所以呢，时时的就是安处在那个啊烦恼熄灭的那情绪当中。我是我们家还是我这个，那不是太多了嘞。那个脏嘛，我身那个身都身脏嘛，都好了嘞。颜色什么呢？身脏嘛，都脏嘛，出个是脏脏，脏脏脏脏是好了。细的，菜叶嘛，菜叶的，弄个脏嘛都是菜叶的嘛，那对的。那总之呢，有所谓的修持呢，就是要啊平息我们的烦恼，要将我们自己心性上面的这些的。哦，污垢呢，要把它洗净。就像在洗脸的时候呢，把脸上的这些肮脏呢，把
把它洗干净，把我们自己心上的这些有垢把它洗净。但是早晚这个汤一个人我做啥做生的，不当啥做生意，对，我做啥做生的，这些怎么说嘛？哦，大地牛毛的都被人生了这个生了的茶道中了什么三步这种人爬落过去了爬满了都不同的人了把这个就叫做买一次这些人牛毛的呢当然得我朝我的一些三八的民间的人也把到我的被人骂起来了不会呢这不说了怎么来的这该谁让走来我的妈的不会的这些好多人都不用买生来用买一买都把他们买做成的呀他们卡拉斯的卡斯的不会的没办法如果我们能把用的一买一把做成一把是让他们上去唱的这个你不会不会的唱完了不会买一把就叫用买上面让不会去这些这个上去两个人的这些没开始做的这把门娘的他了是吧这把门娘的他了马姐我接着他落座就跟我认识这把门娘的他的天都让他去爬西走上平平路的就把车上就把这个女人我就递给我认识心的修持上呢，我们就会谈，都会谈到有所谓的世俗菩提心以及啊圣意菩提心这两个部分。那么在这当中呢，就是首先透过这个世俗菩提心的这个升起，那么啊内心里面呢，认识到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亲。那么因为知道一切众生呢，都是我们啊这种我们父母的缘故呢，所以这个时候当内心里面呢起了一些恶念。啊，对于一个众生呢，那么升起这种嗔怒的心念或者嫉妒的心念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就会觉察到，哎呀，那个实在是很一种很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对于自己的父母亲，然后竟然啊升起这样的一种啊错误的啊不好的这些念头。那么自然呢，就像是我们的内心的那些个烦恼恶念呢，它就会开始漂浮。那这样子，从一个众生发起这种慈悲心。渐渐地了解到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那么都是我们自己的母亲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那种感受就像是好像有点像就像母亲呢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母亲对待自己的子女呢他很自然的内心里面呢不会升起所以呢真正的那种嗔怒或者是嫉妒啊等等的这些心念那么呢他呢就不会对众生啊升起这种嗔怒心啊，内心里面自然的升起这种慈悲，甚至呢，他自然的会将自己所有的那么要去给予这个啊有情众生，这个就是具足的所谓的啊布施。那么呢，内心里面呢没有任何这种嫉妒的心念，不会去嗔恼众生，这个就是具足的慈这种慈济。那么同时呢，以后呢就。母亲呢能够忍受这个啊子女呢无论呢他处在我觉得他身上呢多么的肮脏多么的啊不干净呢这个母亲呢他都会耐心的然后去为这个孩子呢啊清理打点等等那么这就是具足的所谓的忍辱也就是讲呢当我们内心里面具有这样的这种啊慈悲心的这个心念的时候有这样慈悲的修持呢那么这些布施持戒忍辱等等呢它自然的就会啊具足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啊，就说进一步的，当我们对所有一切的有情众生，那么都能够升起，这些都像是我自己的子女一样，那么你就能够真正的对一切有情众生升起的如此对你的这样的一种啊慈爱心。那么这样的修持当中呢，在菩提心的修持当中，我们说一开始这个菩提心还没有升起的时候，那我们呢要。啊，就像《如菩萨行论》的前三章所讲的，啊，让我们的啊菩提心能够发起。到了菩提心啊升起之后，那么就像其他的章节里面所说的，那么进一步的要修持这个不放逸、真念、真智等等，那么让这个菩提心呢能够啊辗转不退失，然后更加的增长。嗯，
它是只有一个，
没有两个。同样的，比如说我们要认识到呢，那所有一切有情众生，这个心的那个基础呢，心的那个本质呢，它是相同的，只有一个。那么呢，从这个心同一个心的本质上呢，那么产生各种不同不同的这些现象，这就像普贤愿普贤王如来愿文里面所说的，他讲呢一根恶道成恶果，也就是呢那个根源的最根本的心呢，就一切众生一切的清净里面，它都是相同的。那么这一个普贤如来愿文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呢常常能够常常去念诵的话，我们修行者有很大的利益。这是为什么目前呢这几年来呢常常会念诵跟大家祈愿。多了这些大家三足成为用第一章大地用你两大两个节的基础的东西东西往里大地都人都都算你今天是人出这一大家搞出我两大你出马的多了东西找大地的把哈我这一些节的人力的东西可以把路是错了两大弄的你们那两个肯定用的来到我把他们还要搞起来我来去因此呢，这样的时时的去思维菩提心，它所能够升起的这些功德利益，那么呢，我执所会产生的各种的这些个过患，那么呢，了解到呢，所有一切有情众生，因为我执的缘故，所以呢，不断的流转在轮回中，而佛呢，因为这个菩提心的缘故呢，而圆满的证悟，所以呢，从这当中呢，那么。了解到所有一切的痛苦实际上都是由我执而升起的，那只有发起的这个真正的菩提心，那么一切的苦才会平息，所以一切的喜乐呢才能够真正的升起，这个我执呢也才能够究竟的平息。所以这个对于初学者呢，就是时时的去做这样的思维跟了解是很重要的。真是老板在这老钱不留了拿茶油吧，这有点钱钱不错吧，这是唐钱啊，我哪有陪你钱不留了，用阿姨生命的人一个啥的做钱不留一个身子家的人用阿姨工作的人你身子已经被我老婆了对不对，这是用阿姨啥话他们哪里有地方差的人身子上自由的身子大地用的人搞不了啥子嘞？那谁搞？对吧？谁搞？对吧？查着我了，这该吃我了去。上班别的不理解，那也都是年纪上年纪多少？上班别的干的，上班的，上班的理解的，没别的干的，哪里一天？你看这些的，怎么地方都用不了去？哪几句话说不出来？那么对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甚至呢这个身体呢有各种的疾病等等这种干扰的人而言呢，我们事实上如果能够做这样的观修的话这个慈悲心的观修的话，那么对我们自己呢也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我们说呢，我们具有这个身口意这三个部分，那么身口意三个当中呢，事实上我们的心这个意是这个重要的。我们自己的心呢，如果能够做足的话，这个呢，我们透过身跟语，它就能够减少制作各种的这些的恶业，就能够呢让它多趋向于这些的善行。所以呢，一切呢是以我们自己的心为主的。如果我们自己心善的话，那么自然呢所做的这样的行为，它就会是善的。那么呢，这边说的心善，指的就是说内心里面呢，具有这种慈悲的这种心念的话，那么自然各种的这些由我执而升起的这些的不善业，那么它就会减少。这些大家，大家大部分也难着，虽然苦做，两度把干预我们，第二部分，这边就什么的年纪。从那到垃圾上，这下过年总得钱，大娃子，啊，从他们大娃
参加金融做法金融的那好好不容易上班的民间是重点哪里的才是好的啊从金融金融里的东西上班的民间是才是买的呢你从金融金融里的东西多年民间上的那就甚至多年你甚至上班的民间里面呢哪里没办法多年让你有的多年的哪里你一直到我的了好吧到了上班的年纪大起来多年说你没地方当年两年的特别当时有了钱就够了老多人就够了经济的他上班的年纪够了经常经济的小心都知道了年纪的也有了那么因此呢对于初学者而言呢他们时时的去关注所有一切有情众生呢那么都是希望得到快乐都希望呢远离各种痛苦的而这个能够得到喜乐的因呢是来自于菩提心而能够断除痛苦的因呢是来自于平息这个我心所以呢他内心里面呢这样的了解那么渐渐的真的去修习修学然后升起这样的这种慈悲心的时候那么自然的这种圣意的空性的意义呢内心里面就会如此的了悟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心不离于慈悲心的时候那么自然内心里面的我执呢它就会降伏因为我执降伏的缘故进一步对于空性的这个意义呢那么自然的就会升起正悟对于所谓的大圆满大手臂等等的这些意义呢它是自然的就会升起了悟的所以呢无论是初学者或者是一些年长者而言呢那我们可以从这方面呢多去下手来修持因为咱们认识到忙把三年的就干的都忙过的假如干忙过的人家三年中间的大一生活的人家公家就做过的也是干什么的呢都跟自己叫过来了什么的也是干的就健康多大忙过了朋友多点多大忙过了也是就干什么就跟自己都忙过什么的也是也是人家这些的我们的文明的彻底把它弄死我们的人彻底把它弄死东西那么我们的大唐街我们的人这干的多年民间送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是多年的大唐的多年民间送的这个东西先多年的这个民间上把这个地方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那么想到呢在这个世界上呢那么有各种的宗派各种的教法甚至呢有无数的这些各种不同的这个教理但是呢当讲到这个禅修观修的时候那么佛陀呢在三摩地藏经里面有个经典就讲呢就说世间呢虽然有各种不同的这些观修的这个方法但是呢总结就这个观修而言呢这是一个集中，这是一个要点，也就是慈悲以及空性丰容的这样的去做观修，或者呢观修呢，我们心性呢，它当体是慈悲跟丰容的这个新的体系。这是平庸卡的人哦，这是平庸卡车，然后他把什么刀把他送到外面去，他把什么刀？他刀，他把什么刀？经常送到外面去，当然。탕집상진춘쇼구나강성강은만나서소공을연동해강성신진탕집을이나소주가를나와다등지기보는데그냥지혜소때를가리세지와리강성신진탕집호화를탈고오래이돈이있는손들이와서나가산지사람잡고오래마호화를잡고오래몇절을보는데보는데락치고오래康生堂那个做工的那种节奏他把这个刀子给了人他说那么呢就这样的修持呢它的利益呢有多大呢这个就像佛陀呢在大解脱经里面所说的他讲呢施与
三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的生命，就是能去救护三界一切有情众生的生命呢，那样的呢功德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呢，还比不上你安住在这样子的禅定当中的那个功德力。那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说啊，你啊救度三界啊有情众生的啊生命等等，它仍然是在轮回当中的。但是呢，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啊禅定的境界当中呢，那么它是遍一切千千劫佛净土的，因此二者的啊功德力是啊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是啥？那把三界变哪？讲到哪？上到哪说话？你说你没事，这里讲的说话，你说呢？没这个力大，你还得了？这么差的有嘞？看你呢？那个啥子多？啥子的呢？这里讲的说话就是你身体上的全部上学的有嘞？这那个啥子多少？这力气不多的呢？对身体三界上的身体罢了。身体上的屁股上落地的泥巴就掉了嘛，到山顶上的车子就把车落掉了些，啊，去的人就高兴嘛的，我们山顶身体就看看有嘛事，落不了的车子呢，身体上的大地的牛毛、车轮、车松嘛都，人身体有嘛事，车轮的车子讲的全是都把车弄上了，上面也是嘛的。这些是我在大地上找的因果嘛，这是。上界一个。上界大地一地，大地一地是上所呢。因为界的，那是觉得就把差了嘞，那不是差了了嘛？因为，家去完了，家去别，人上完了，哪个别，身别上去，哪个别，家去别了，上界去年就东西嘛，上界身体你有嘛？身体上就活的老了的嘛，差不多。这些人出去就到那去，这些接到这个训练，这些家里头嘛，学生大体怕不过人，所以我说什么的，他当场怕不过了，怕不过人，他不用这个吃不过人，不用吃完了，别人家看的，家看的不是别人家看的，吃完就完了，别人家看完债，完债完了，我不是些东西，别人家看不明就完债完了，这年轻嘛，他这些不做什么的。我说是忙查的，我说是忙的，我说是人家看不起。等于嘛，你领导他妈不说是忙的，我说是的，我说是人家看，我说是人家看大的呢，我说是谁查的？他说，别人听你不谁查的，听你多大的了？听你个八十多呢，你听你不谁了？你听人家看多大的了？我听你。家里头嘛，就是我做什么，他当地不是了。我这里不做不了啦，还行啊。我做什么的话，你少接我也行。你具体的多，那个啥不多，肯定这个多。具体的多的，长期性的运用嘛，多大的能力？一些些的多，那你这个多的是，你说我长期上去，身体垮了，身体平衡上去怎么了嘛？是吧？我。但那些曾经从那苹果，从这三级层上头就把抢走了，都完了，等你就不到了。去年就到这新地，平山的新地的，平山的新地的没那多少人，不那多少老人，超人差不多，超人去了就进去了，我差不多在新地上去，去年就到这新地上就上地来了，新地上有那新地买是，老人差不多，超人的多嘛呀，我超人的。老了，那那非常的差，你不能差的嘛，那不容易。好呀。所以呢，我们说啊，进入了佛法之门，那么从一开始呢，皈依，说这个皈依戒啊，甚至呢，做的啊，这个菩提心啊，发菩提心的菩提心戒等等，就从你开始皈依那天开始呢，事实上呢，内心里面就开始种下哦。我从今天开始我皈依了，那么我不再去伤害有情众生，我呢要利益啊其他的有情众生。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那就啊种下了趋向这个成佛解脱的种子，那么就具有又开始呢具有啊我们的利益。那么进一步来讲到说，那么进一步的经由这样的啊菩提心的发起修持，
然后进一步去认识到一切有情众生啊，都具有这个佛性啊，真如无性。那么因为知道一切有情众生都具有这个如来藏心的缘故呢，所以呢，了解到心这个众生与佛呢，心上就心而言呢是没有差别的。那么呢，虽然说就心而言没有差别，但是众生处在这样的无明烦恼的情形当中，就有各种的这些个痛苦烦恼的过患，但是心的这个本质，它所具有的那个功德力是相同的。所以呢，在进一步的在修持上面，进一步了悟到这个法界平等运轮的时候呢，这时候就真正的去体认到，那么一切有情众生跟佛完全无别的。也就是说呢，众生的心呢，其实呢只是像这个冰块的状态一样。当你真正的体认到这个体悟到法界的那个意义的时候呢，那么你就认识到众生的心如同冰块的那个状态呢，它完全的消融，就跟那个水的本质呢是无二无别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讲你真正的圆满的成佛。那么就这个成佛而言呢，在我们这个三界，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这时候你所有的这些烦恼过失呢，完全都已经清净了。那因为清净的缘故呢，所以呢，所有一切的功德呢，它圆满的开展了。就是这个业的意思。所以就讲呢，众生的这个心性呢，就广大如同虚空一样，那么深邃呢，如同大海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讲所有一切的这个境界，那么都是佛法界所遍，都是佛所度化的这些个世间。举例来讲，说当我们皈依之后，我们就成为进入佛法之门，我们成为佛所度化的这样的一个对性，或者我们将要进入到佛的那个国土当中呢，接受佛的引导，甚至我们讲身邪众，那都是佛所摄受的这些人这些个眷属众。那么呢，透过佛想要利益众生的这样的大悲愿，所以一切的这些身邪众呢，他们也是如实的在行佛的悲愿，来利益一切有情众生。所以呢，刚刚后来重复的在解说，就是所以当你了悟到法界的那个意涵的时候，那时候呢，可以讲就是真正的体悟到众生跟佛是无二无别的。众生现在的状态呢，虽然呢是那种坚硬的像冰的那个状态，但是呢，这个冰融化之后，它的本质呢，跟水跟佛的本质呢是完全无二无别的。本质的执着，它就是那里。就那么流行的在八千万万国以后嘞，在八千万这里，我那么的流行，你中了嘛？我们这个最起码有三个月嘞，对，我都没得去，没得去，就那么流行，过去杂七八糟的，送是杂七八糟的，人家那么多杂七八糟的，送就是花钱，送就是要干的，省的。那么流行，身体那么轻松啊，身体起来了嘛的，真的，没来一个送的，呼吸也了嘛的，呼吸我那一看，他那万一有人一送，没人让他们送的，看见什么？没来一个，没来一个让他们呢，呼吸也了嘛的，呼身体我那一看，他们说不说话都是困闷的有人送，这个人身体哪块差的有人，这个都没找到的，这个都是哪块差的有人。我爱买房差的有嘞，因为那么的结巴呢，那么的，那么他就是上帝没有我们，上帝是那么生的，那么上帝是超过我的，那么肉体痛的多么的爱我嘞，那么上帝我上帝是那么的啥，你那么上主怎么说话的？就是那么说，上帝说的那个嘞，上帝是那么生的，因为他也让你要嘛嘞，出生你就感觉见了。我到那么生命里头待着，肉体还活动嘛？你这些，这我们你那么大年纪了嘛的，你咱们认识大学同学都忘掉了，身体这么差的了，上一届就这么差的了，该我们怎么那么娘的了嘞？咱们娘都该有上一届，我们就罢了，咱们上一届，说是上一届，看看我们了，好不嘛嘞？
可能我看中国这个上阶段，每个上阶段，那么上阶上阶就把就完了，上半年就，上半年就好过，就完了。这就把一把哈过了，你做上阶就搞定，我爹那么现在，爹好多人上上阶就学到了，我爹那么学到了，先，那么去就好了，上阶学习了嘛，那上阶学习了的。上帝现在拉什么这个拉了，上帝现在拉什么？上帝现在能够去了吗？我们呢，有很多人啊，修行者呢，对于上师甚至是南无阿弥呢，具有很深切很坚定的一个信心，那么呢，常常讲啊，能够时时的一直在。上师的身边，那当然呢，能够有时间呢，长期一直在上师的身边，当然是很好的。但事实上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上师具有一个坚定的信心，那么就要了解到，我们所依止的，更应该是依止上师所说的这个法。因为呢，上师依止上师呢，不单单只是说我时时亲近于上师，而是对于上师所说的法。要真正的去领受，如实的去行受。那么上师的语呢，它的根源是什么？来自于上师的心，他心的正悟，那么所宣说的。那么上师的心呢，它是什么？它是遍满一切的。因为呢，他的那个慈爱心呢，是遍一切的。就像弥勒大尊者所说的，就是我呢，并没有所谓的死亡我呢，这个色身虽然死亡了，但是我的心呢是。如同无大一样的遍满整个虚空界的，也就是说，上师的心呢，事实上就是法身，它是遍满一切的，它没有所谓的远近方分的这些个分别这样。所以呢，同样的，我们呢要这样的去认识，就是说，事实上呢，当我们悟性里面观修慈悲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心。所具有的这个慈悲心，那么跟上师他所具有的慈悲心，那个本质呢是一样的。也就是你认识到那个慈悲心就是上师的心的这个本质，那么这二者呢是没有差别的。因此呢，只要我们内心时时的想安住在观修慈悲的那个当下，我们的心呢是跟上师的心是没有任何的分离的，因为呢这个慈悲心。它是遍一切心，是没有分别的。而这个慈悲心跟上师的心，二者呢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同样的，我们说呢，一个动物乃至我们人或者是上师，内心里面所具有的那个慈悲心呢，事实上呢，就本质上它是相同的没有任何的差别的。而这样的慈悲心呢？它没有所谓的死亡可言，我们会说这个慈悲心死掉了，这个慈悲心呢，它是无死的，所以上师的心它也是无死的状态。等于那么流行呢，他这个或者流行呢，就是说我们把大家当回来，流行呢，大家拿当回来，他说这两样了回来，流行呢，大家当然，如果我们中嘛，我们经常做的都。流行长研究过这个就是里面的长流上各个人送到去拖长去长流那个就是单独嘛就是长嘛研究过人上去得把这个都得被拼的都吃了茶也过了这直接带到拿到了用地没完了就说上去用了你上路到了什么下人了你什么下人对你的身体好好了肉的给用了罢了什么对你买的再罢了什么你想做自己吃了对你的身体痛不了的身体差不了的对你的肉你买的身体你的生活的这上面懂得我就吃罢了吃罢了要你有人吃罢了买的别人明天就知道你多买点就你我们吃的时候啥他们别动痛了吧我对着你六七年的用地是大面积，出去点不到的，长期市场就不要的，对不对？人头那他是人家的更加些把事，以前我嘛就给我脾气嘛，那时候光大，这更加社会也不能弄大，你的
下去接坐下去接人家说的我们那种马车就那么大就不用忙着去在那娘子要来吃饭娘子不上我来。那么再来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有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对于啊所依持的这个啊上师或者善知识，那么要善加的观察啊，观察到他们这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上师或者一个啊喇嘛等等。那么林居长呢，实际上从他自己的亲身的这个经验来讲呢，他觉得呢不要去观察上师的好坏呢，反而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去做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大概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上师喇嘛的过失，你看不到他所具有的那个功德的部分。所以呢能够呢不去观察呢，反而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这样的去看待，就说这个身众当然就是代表佛化身三宝的那个身体，就是那个身宝。那么内心里面呢以这种无比的恭敬信心，那么去就是去对待一直这一个身宝，这样子的方式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我们说呢一个身宝它的身就是身体，就是一个身众，它的语呢就是法，那么它的心呢就是佛，就是正的这个佛的体性。那当然这是就这个这一个身众他的心而已，他的心的本质呢跟佛的心的本质是没有差别的。那么并不要去着重在他外在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要想而已，那么最重要的是以这个心为主的。所以呢我们如果呢以这样一种清净的信心去依止的话，那么纵使呢它是一个很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身众，我想说你内心里面具有一种清净清净的信心的缘故呢，所以呢你自己内心里面呢可以见到那个心的体性，那个佛的那个本质呢，你可以如实的感受到那个加持。这就像呢过去所说的这个对于佛牙，那么具有信心相信呢它就是佛设立，所以呢他这样的前进语境呢，还是真正的得到能量的殊胜的这个加持加持。所以同样的一般重视呢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身受，但是我们内心里面呢真正以清净信心这样去对待的话，那么你还是能够得到呢如同佛正年轻的那样的佛的加持。那么刚刚最后我们就讲呢，我很抱歉，因为那个讲了很多呢，让那个翻译听不懂，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跟这个翻译道歉说对不起，然后也跟大家道歉对不起。另外怎么讲呢，然后另外怎么讲，可惜啊，因为他昨天牙齿有做一些就是有受伤，然后这些整年骨髓话不是很清楚。但事实上我心里讲不是因为龙界的语言不清楚，是因为我对龙界的很多的那个词句不是真的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很努力的听，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去表达抓住他到底要讲的那个意涵，正确的意涵这样。所以我要跟大家道歉，不是龙界，谢谢。大龙大妈还想感谢我最多的感谢你继续找了啊，保持这个我的继续继续继续发言吧，信心，人家信心嘛。这喇嘛去帮我说送，人家里面里面送过来。喇嘛的嘴巴去，喇嘛的嘴巴，这嘴信就把嘴送了。他就喇嘛嘴，这是牛毛嘴啊，喇嘛嘴，等于他就喇嘛嘴信，这是喇嘛的嘴信就把查住了。到那嘴信开业了，上了法堂，让你咱们嘴巴没让嘴送过来，你咱们听到喇嘛嘴巴还是感谢我，这我们就把这讲的。趁那个嘛是那么的一张刚接完就接这个了，那么接这个那么他接这个就没有了，你上过来这些还在当晚上还去我来了，我也是不是那么接完去我哪有那么可以接完去了接这个我也是。那么在这边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很多人呢常常会讲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正念正知，这个念知呢到底是什么，要怎么样观修。那么我们先讲呢，事实上呢这个念知呢它是像什么比喻来讲，就好像说我们内心里面呢，如果呢真的对上师具有很清净的这个信心的时候，那么任何时候当我快乐的时候，
当我痛苦的时候，内心里面呢，时刻的都会想到自己的上师。那样的意念上师的那个心念，这就是正念真实的那个本质呢，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呢，内心里面呢，当你呢时时的想到自己修法的那个本尊，啊，或者呢时时的又想到自己的上师。